正面的，你们想才是正面的，要不然就是彼此在什么取暖。共备最怕取暖，因为时间都不够，两个小时都在抱怨学生。上这种课，可是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其实国文老师就知道，其实脚本最重要。要来做共备，我觉得老师自己本身要先想清楚要不要自我突破。